能量喷射，起飞！哦 no！我要翻车了！哎呦，我的头！这群邪恶的汽车警察一直在我身后拼命的追我，还对我使用电疗攻击，真是太可恶了！那就让你们尝尝我的水弹攻击，召唤一大片食人鱼，全都被吃掉吧！哎呦喂，这下给我电的，差点失去了动力。缓一缓，咱们赶紧逃跑。想跑？你飞不出我的五指山。哼，就凭你，看我的无情碾压！哎呦，还跑我身后面去了。那就再让你尝尝食人鱼的味道。嘿嘿，解决掉它，就没有车能阻止咱们逃离这个小镇了。兄弟，等我来救你。哎。我所处的这个汽车城从来都只是靠实力说话，可是有一天警车将我们三兄弟抓了起来，就是因为我们是破车，所以判处我们蹲大牢。你说这事儿我能服吗？作为一台破车，难道就没有尊严了吗？所以我要越狱，我要救出我的兄弟们，让这群邪恶的汽车警察瞧瞧变成终极战车的我究竟有多恐怖。所以在一路的逃跑闯关中，我收集了不少零件，终于有一天我成功将自己进化为一台梭子鱼战车，拥有着坚硬的鳞片和一张无比锋利的大嘴。现在的我无车可挡，于是我离开了汽车小镇，来到了这个城墙好眼熟啊。小伙伴们有知道的吗？知道的话记得发语音评论告诉辉哥哦。现在还是跑路最要紧。哎呀，我卡了一下。阿婷，这小警车怎么飞过来了？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我去，确实惊喜，直接自己摔自己呀、啊！偷袭！哎呀，我去，还有第四扎我，这么阴险呐、啊！你们，好家伙，天上还有直升机来围堵我呢，不至于吗？我说，死定了！我跟你说，你死定了！净说大话，不去你的！哼，不堪一击！来来来，直接能量喷射，来一个360度大回环，收集一个能量瓶，直接起飞，真是太过瘾了呀！前面这个小可爱身上有火焰标志，看来是个喷火车，那我直接给你做脸。哎呀，现在可谓是顺风顺水，所向无敌呀！呼叫一波空中支援，准备解决掉后面的小警车。哎，路咋还塌了呢？我去，咱们掉陷阱里面去了，上面的铁刺准备把咱们扎成麻瓜。醒醒，听话啊！离我远点儿，赶紧咬破前面的门，快跑呀！哎呀！哎呀，刚才真是太惊险了，这群邪恶的汽车警察为了抓住我真是什么套路都敢用。不过咱们终于还是要过关了啊。哎，我说你在后面跟着我干嘛呀？关你锤子事，不是吗？那就不怪我了哈。还能不能玩？前面就是关押我兄弟的地方了，抓紧时间过去。什么东西飞过去了？有五分就想过去。嗨呀呀呀，居然能顶住我的撞击。不对不对，从外表上看这个汽车警察明显帅气了很多，体型更加巨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他就是看押我兄弟的 boss， 那我打败了他肯定就能救出我兄弟。那就要看看你的本事了。好啊，看我不跟你拼了。哎呦呦，哎呦，我的屁股，这个位置对我不利，赶紧换个地方。不愧是 boss， 一下就超过了我，真是个难缠的对手呀。不过不能着急啊，兄弟们，寻找合适的时机，然后投出咱们的致命水弹，就炸！哈哈嘿，成功拿下！兄弟兄弟，我来了，不管前面的路有多难走，我都要成功营救你。过了这个路障，扛过这个地刺，胜利就在眼前！冲啊，好兄弟，我来了！辉哥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